救命啊，这些小狼是不是疯了，就一直追着我不放，这样下树我肯定得凉凉。嗯，谁能救救我呀？谁敢欺负我女儿，是不是活腻了？爸爸，不亏你来了。嗯，他们一直追着我打，爸爸加油，把他们都吹成肉饼，真是多亏了你。哎，幸亏我爸爸体魄强健，对付一群小狼不在话下，对付我也不在话下。今天招惹了小狼，回去肯定要挨揍。你怎么就不能安分点，天天惹是生非，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。嗯，这真不能怪我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是追着我啃。还想狡辩，算了，还没吃午饭吧，先给你买点吃的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份汉堡，肉饼就不用加了，做两面包夹着吃，放多个生菜片就行。这样的汉堡哪里好吃了？宝宝不想吃这个。Oh, no. 我想吃超级巨无霸三层肉饼大汉堡，还有你之前就答应我给我买哥斯拉变身大玩具的，说话不算数。我就说话不算数怎么了？哪有我们家没钱呢？这汉堡你爱吃不吃，我现在去睡觉了。可是我长这么大都没有一个玩具，我的朋友们可多玩具了，你都不知道我多羡慕。玩具有什么好的？那给你一个带骨头的玩具，玩腻了还能洗干净冰汤盒，安全环保还美味。还买哥斯拉，我看你像哥斯拉。爸爸你怎么这样子嘛？之前明明就说好了给我买哥斯拉的嘛，现在不给我买就算了，还丢个垃圾给我玩，还说我长得像怪兽。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这样的爸爸，要是能够按照自己喜欢定做一个爸爸就好了，至少我定制的爸爸不会傻到让自己的女儿玩骨头。你的愿望我满足了，来定制创造自己喜欢的爸爸吧。不是吧，还真有这种事啊？我只是随便抱怨一下，不过既然如此，要不我来试试。颜值、财富、体魄、智商，让我想想，颜值一定要高。之前家长会，爸爸都不爱打扮，邋里邋遢去给我开会，我倒是不介意，但是同学们都说我爸爸丑，整得我可难过了。还要超级有钱，至少能够给我买个哥斯拉。体魄就随随便便吧，智商要高一点。上算完毕，不知道新爸爸是什么样的，赶紧回家看看。你就是我的新爸爸吗？我的天哪，这里这就是当红明星小鲜肉都有人信了。爸爸，我想买限量版等身哥斯拉玩具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女儿喜欢买多少都行，别说限量版，我全给你买下。老板，给我把剩下的哥斯拉全包起来。哇，好大方的爸爸，花钱能力真的是吹的。那个爸爸，还有人欺负我，把我往死里揍。爸爸，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哦。哼，还有这种事，带我去会会他们。他们就在那边。看我的，你们这些坏野人，离我女儿远点。要是你们不再欺负她，这些损失都是你们的。啊，这个宝宝是不是傻的？这样明明更容易挨揍啊！这不是等于告诉野人，自己人傻钱都快来揍自己吗？哎呀，好怀念我原来的爸爸，凶是凶了点，但至少是很会保护我的，疼我。这个爸爸只会用钱买买买。可恶，这野人把创造出来的爸爸打趴下，又来揍我了，怎么办呢？女儿别慌，我来救你了。你们这人三脚猫功夫还想欺负我女儿？我觉得还是我原本的爸爸好，都怪我爱慕虚荣。这下可好了，真正的爸爸被我弄丢了。Oh, no. 你的忏悔之心我感受到了，我愿意为你恢复一切。真的，爸爸你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就没有办法让两个爸爸都融合一下呢？要是让大家选，小伙伴们会希望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爸爸呢？